Hello， 大家好，我是 Heidi， 今天我就要去处理一下我这堆杂草啦。我终于肯去剪头发啦，染头发啦。咁咧，我而家就身处喺尖沙咀啦，我就发现咗咧，有一个人咧都一样系尖沙咀。Hello。你可唔可以个 tempo 捉得好啲咧？咁今日咧就系因为我要去剪头发啦，然后我就发现咗咧呢位先生咧都要去观礼啊，唔系观礼，佢系有朋友结婚咧要去影张相，咁所以咧我哋就相约一起吃晏昼啦，系非常之 random 嘅一件事咯，好搞笑噶！我同发型师嘅相识经过咧，我哋系网友嚟嘅，跟住之后咧，我先发现原来佢系一个发型师咧，咁所以我就揾佢去帮我搞一搞我呢堆杂草啦。而家其实系好严峻噶，我见唔见到咧？成日都戴帽咧，就是、因为我想遮住个头壳顶啦，系好大个布丁头咧，我终于真系顶唔顺啦。同埋咧，圣诞节咧，今年冇得整指甲啦，我已经谂好晒我嘅花款咧，但系就冇得整。所以咧，唯一可以整到嘅嘢咧，就应该系头发咯。咁就系啦，我哋去咗搵嘢食先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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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谂住去食麻麻地啊，唔知佢开未咧。哦 ，go！ 我好中意食呢一度咧，佢哋嘅餐牌系好搞笑嘅，全部啲餸嘅名咧都好有趣味，好邪惡嘅鹹蛋牛油果蟹肉披薩，咩叫減肥？記住，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雞翼。你食咩啊？魚腸啦。食邊個啊？應該係。One hour later， 蟹肉啦咁。我啱啱咧發現隻眼腫咗啊！點解會咁腫噶？我难得有一日出嚟拍摄，只眼竟然咁样肿咗咯。唔知系咪今朝同小吉玩完咧，跟住之后我就敏感咯。哦，点算啊？好啦，我去整头发啦。咁一阵你会唔会等埋我噶？睇情况。系啦，咁睇一阵间可唔可以见到佢啦？好啦，拜拜啦。拜拜。你睇下我而家个头咧，我觉得。我最不喜歡就是一擺上來你看那色是差很厲害差很遠、啊、是的因為底下漂過一定是很乾的是啊你全部都是草來的是啊轉頭轉頭做完簽文這個就是我的網友很厲害我可以上網認識到一個髮型師我都覺得很厲害我想問他的東西其實我想留你想留長的是的那我們輕輕收一收就算但是色那方面呢你如果要栽一番咧，咁我哋要深色少少，咁就揀一啲秋冬少少色，因為而家隻色都好乾啊，直到好似個個講嘅黃漢草咁樣。係啊，好似死咗我哋就栽翻埋嗰隻色。我唔想要好橙或者紅咯，如果唔係我會有東南亞嘅風味。我哋比較 match 少少啦，係。嗯。咁咧，我終於得起心肝去搞呢一撇草啦。你睇佢哋。真的爭勁遠啊！色，所以我平時咧就成日都戴帽咯。離太遠嗰啲咧，我有聽過咯呢、這個。你要睇啊！真係㗎？你真係要睇，因為佢每一下你都覺得好興奮，每一下都會覺得咁犀利，好勵志啊！我而家緊緊染髮啦。不知道會染啲咩色咧，好緊張。我特登今日睇咗須先過嚟，但係跟住你就戴住戴口罩。臨尾先，我一定要上鏡。好似冇頭先咁腫啦隻眼，我而家就染緊頭髮啦。
咁我而家就等佢帮我再收收啦，同埋帮我夹翻好个头咧，咁就应该行得啦。好开心啊，因为平时咧我出去染发系要坐成六七个钟啦，咁所以今日咧，其实我而家净系用咗两个钟多啲咧，咁就可以行得啦，差唔多。哎呀，好靓啊！而家个甜面色。但反而是里面向外卷啊！而家应该系你未铲咗佢，其实你扭过佢向外。啊！即系你唔系觉得以前嗰啲哇反晒起身嘅？系啊，嗰啲唔会噶，而家嗰啲系仙乐飘飘处处闻。所以要分，所以要分两层。啊！系啦。即系佢哋好兴咁样，跟住慢慢拉出嚟。系啊！影嘢食系最中意咁样。影嘢食系最中意。系啊。耶！我终于剪完头发啦，超中意而家个颜色啊，望到去同之前争劲远咯，好靓啊！咁咧，我男朋友已经离我而去啦，佢话咧佢好攰，所以咧就走咗啦。咁我而家咧就行一阵啦，跟住就会翻屋企食饭啦，因为而家夜晚。冇得出面食饭啊嘛，咁所以咧系啦，咁今日就差唔多啦。好啦，咁超级无敌中意啊个头，超靓啊！自恋一阵先。而用嗰只 Modern Liner 咧，而家 Cosmetics 都有八折啊，但系冇我最中意嗰只啡黑色咯。我而家纠结紧，究竟买黑色好，定系买啡色好，定系两只都买晒佢？好纠结啊！转眼间我已经回到家了，大家现在在白光灯底下应该更加见到这个灰蓝色，真的很梦幻和很漂亮。而且我今天终于收到之前订的一些圣诞 postcard， 就来送给大家的。是的，你们看到这条片的时候就应该个 giveaway 完了，因为我 post 了在 IG story， 就一些小小的心意，因为今年大家可能没得出去庆祝，但是我都希望可以尽啲绵力俾啲温暖大家嘅，真系超级可爱啊！佢就系我平时咧喺片嗰度会用嗰啲表情包咧，就系、是、一个得意君嘅小水奶啦。跟住佢有好多款嘅，我本身咧就买咗一 set 啦，跟住之后佢再送多一 set 咧俾我送俾我嘅观众啦。咁所以非常之多谢你啊，得意君，真系好开心啊！咁我今日嘅 vlog 咧就嚟到呢度啦，因为其实都冇乜特别啦，都系一阵食个饭啊，放下狗咧就过咗我今日噶啦。咁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呢个 vlog 啦，如果你中意嘅话咧，记得俾个 like 啊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逢星期六间到三点，同埋星期日间到十二点。系啦，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你中唔中意妈咪个新发型啊？妈咪靓唔靓女啊？喂，俾啲反应好唔好啊？今日边个令到我眼肿噶？吓，点解我只眼会肿咗噶？你咁做唔敢认啊？系咪啊？喂，望下我好喎。